我夏木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即兴。有时候我们拿到比较简单的谱，没有前奏、间奏、尾奏，那该怎么临时想出来呢？等等，我会举周杰伦《明明就》这首歌为范例来教大家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小铃铛。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教学。前奏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没错，它就是这首歌的副歌。不过有一点不一样，我们看一下它最后一小节，它是在正拍上旋律做了变化，写了一个下行的旋律。你也可以运用这些音排列组合一下。这首歌呢，第二次的间奏跟副歌的旋律一模一样，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链接去听一下哦。那我们照刚刚的方式来即兴。所以你可以把副歌的旋律稍微改变一下，放到前奏、间奏、尾奏哦。那今天小技巧课程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